待播剧景气指数，神隐遥遥领先，云之羽冲上第二，肖战作品上榜，神隐在待播电视剧景气指数里面排名第一，而第二名也毫不意外，第二名是郭敬明执导的电视剧《云之羽》，于舒欣、张凌赫等人主演。这两位的流量因为《苍兰诀》有大幅度的提升，刚开机就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度。郭敬明的审美还是很在线的，目前女主于舒欣的造型已经出来了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背影也是十分唯美。《云之羽》的女主接近男主本来是有目的的，想要套取信息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在日渐相处的过程当中竟然慢慢喜欢上了对方，这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虐心的设定。第三名是女法医 Jade， 女法医的景气指数之所以这么高，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是一部悬疑刑侦剧，并且现在已经定档，悬疑类的剧一直都是不缺少期待和讨论度的，而且这一次还是蔡卓妍和钟欣桐等人出演，这个组合时隔十年之后再度合体，观众自然是非常期待。事实证明，只要有一个好的造型师，会对演员的颜值表演起到一定的加成作用。王鹤棣凭借这部剧顺利收获了很多网友的喜欢，他的浮屠缘也一度被拉升热度，目前期待度非常高，毕竟这部电视剧已经杀青了很长的时间，也是观众非常期待的一部仙侠类的电视剧。肖战的颜值自然是没得说的，虽然之前受到了一些事情的影响，但是丝毫不影响人家的人气。任敏曾在《清平乐》当中饰演的公主，获得很多观众的喜欢，演技真的在线。